博弈論又同大家見面啦。咁咧今日真係冬至啊，雖然咧就大家都趕住翻去即係做冬啦，咁但我同周顯咧都喺度繼續同大家做埋今日嘅節目先，因為咧就冬至咧就係我哋中國人好重視啦，冬大過年，但係咧就有啲唔係幾好嘅消息一個。我驗咗冇事啊嚇，唔使驚。你幾耐之前驗？好耐啦。算啦，係我同你同病相憐啦，唔怕。咁咧就個情況係咁嘅，咁咧因為咧英國嗰邊咧就講咗自己嗰個疫情咧就已經去到一個咧係失控嘅跡象，咁咧所以咧香港政府方面咧就宣布咗下由星期二開始咧就係凌晨開始過去14日曾經喺英國停留超過兩個鐘嘅人咧就會被禁止登機來港，包括香港居民都唔俾翻嚟。咁就另外咧，其實咧唔同嘅一啲航空公司咧，亦都會停航班啊。咁啊，呢一樣嘢咧係我印象中咧，因為疫情嚟講咧，咁無論係2003年沙士啦，或者即係其他，我印象中真係冇試過。周顯，你年紀比我大少少，你有冇見過？咁講啦，呢個應該係沙士同佢已經完全冇得比嘅。咁當然唔需要見過啦，因為從香港至少開埠以來都未見過咁嚴重嘅疫情。所以佢當然要發生從來未見過嘅嘢啦。咁咧嗱，其實英國嗰方面咧就話咧，今次新嘅病毒株咧嗰個嘅傳染性咧就係咧舊嗰個嘅 1.7 倍啊，咁就相當之厲害啦。因為其實舊嗰只都好厲害。我懷疑係我懷疑呢個數字唔係，我就係咁樣樣，因為咧我懷疑呢個係一個biology 嘅數字啊，定係個統計學數字？統計學數字嘅話咧，如果係 biology 嘅數字嘅話咧，即係話你計得出個病毒嘅傳染力，我就覺得幾不可思議。統計學數字嘅話，即係話你係計咗佢個爆發嗰個爆發啫嘛，可能唔係噶嘛，個比率嚟嘅唔係因為如果係統計學數字嘅話，就可能唔係個病毒株威力差咗，威力勁咗，係佢哋嘅保護差咗啫。你係統計數字嚟噶嘛？你唔知個病毒株有冇你淨係知個病毒株平均染嘅人多咗好多，但可能係你自己渣咗啫，唔係人哋好咗。渣咗啊！渣咗呢個又佢哋防疫嘅能力渣咗咯，咁咪會咯。防疫能力渣咗，呢個又唔係好合理喎。因為其實照計佢哋都面對咗呢個病咁耐咧，冇理由仲會差咗。唔係香港都差咗，香港有你有抗疫嘅疲勞噶嘛？即係大家之後，大家香港喺兩個月前大家一齊喺度跳舞群組嘅時候，咪抗疫能力差咗咯。即係跳舞群組本身係一個抗疫疲勞嘅表現，你覺得？唔係，即係你等於差咗咯，即係會差咗咯。抗疫群組等於咯，因為你大家你耐咗之後你頂唔順噶嘛，咁啲人咪出翻街咯。即係太耐嘅時候啲人啊死啊死啦咁樣嗰啲狀況咁啊。所以我唔知呢個係一個病毒，病毒就係變咗種嘅。但係嗰個變咗種嘅時候就係嗰個計算方式，計算方式我懷疑佢係有冇一個 scientific method 去計出嗰個統計學，計出嗰樣嘢個。威力大咗，即係威力大咗，可能傳播力大咗，你好難計噶嘛。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同統計學數字可能係自己渣咗。我就覺得你嘅邏輯啱嘅機會唔係好大，因為咧嗱 ，scientific 呢個嘅計算方法咧嘅話咧，如果真係如你所講咧，咁首先就佢要計嗰個病毒株幾時開始流行，而嗰個流行又係因為呢個流行而令到佢 spread 開去，即係傳播開去。咁咧，如果以而家嚟睇咧，佢其實應該攞唔到太多數字，因為唔係你計到㗎，你計到啊！你而家一個人接觸幾多？唔 scientific 咯，就係因為你數字唔夠多啊嘛。唔係統計學夠數字夠多，點解唔夠多啊？反而個數字係夠多嘅，因為我尋日幾多，今日幾多，我哋可以係咯。嗱，咁你淨係得兩日咪唔夠多咯？我唔係咁，你一日咁多日嘛？你都要兩三月先為之夠多係咪啊？唔需要嘅，你而家你一個月啫，你知唔知？你等於一個疫苗啊！你去你知唔知？一階段、二階段、三階段啊！你都搞成九個月。你知唔知道佢一日係60000多宗好似？我知。咁咪夠咯？你嗰一日你一個人可以傳播幾人？而家應該據我所知，全部傳播學、全部傳播能力都係計統計數字嘅，而唔係計研究照粒嘢，然之後計算佢一啲數據嘅。嗱，我就為博而博嘅啫，因為即係呢個節目博弈論嘅意思就係，我當然唔能夠完全同意你嘅講法噶嘛。咁但係咧嗱，究竟係咪真係咁咧？就暫時我都未有資料喺手。不過嗱，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哋講翻自己嗰筆啦，就係香港嘅情況。咁就而家即係我諗，又唔好話回歸以來啦，我諗。過去100多年都未試過話唔飛英國嘅，除咗即係三年，除咗未發明飛機嘅時候，係咪先？咁今次真係好大件事啦，好大鑊！你自己睇咧，嗰個歐洲
其實咧唔止英國嘅，歐洲講緊嘅係話咧意大利啊，其實法國咧阿馬克龍都中招啦。咁好明顯地，所有大國都中招，只係德國未中啫。法國、美國、英國都中咗招。咁而家咧，佢哋都真係大家迎來呢一波嘅新嘅疫情咧。會唔會嗰個疫苗嘅即係面世都可以對沖翻呢一個嘅咁大嘅一個壞消息？唔可以，點解咧？冇人打疫苗啊！而家個個都唔打嘛。嗯。外國都唔打，大家講疫苗點可以傷害啊？又 bad flu 啊？又話咩嘢？我諗打嘅人係一半到咯。咁你自己打唔打？好簡單嘅條數學，打唔打啫嘛？唔係我講俾你聽點解？我講咩原理？我講咩個推理原因？啊、個個人唔打我就打，個個人打我就唔打。點解你咁威似啊？個唔係啊！你個個人打，人氣我錯，唔係係啊！咁多人死你唔死嘅嘛嚇？如果你個個人打，因為打疫苗有副作用噶嘛。你 90% 嘅人打咗疫苗嘅話，大家都免疫啦，咁我使乜打啫？係咪先？但係你個個人唔打嘅時候，你呢個諗法咪就係免疫，即係嗰個話咩集體羣體免疫。但係而家就唔係喎，而家個個人都唔打，梗係老虎都打啦，係嘛？你惹到我咪死。嗯，好重要呢、這個計算，呢、這個計算完全，因為嗰個副作用係好細嘅。買股票嘅嗰度邏輯推論就用咗去打疫苗。有數學計算啊，不過我費事做個數學推理啦。你個個人，你個個人打曬，你根本上係唔使打嘅。但係嗱，個個人唔打嘅話，你就要打啦。呢、這個即係而家啲人冇人中牛痘啊嘛，因為個個人中曬啦嘛。如果你呼籲我哋嘅觀眾打唔打咧？跟住打咧，而家香港隨時得兩成嘅人唔夠打。嗯。嚇！隨時香港而家係得10%嘅人打嘅啫。而家搞嚟搞去，因為咁少，大家唔係嘅。我梗係老虎打啦，第一時間打添啊，早打早享受啊。早打早享受。佢早打早為去玩，佢唔使驚啦，係咪先？係咪先？佢係早打早享受啦。喂，街道啲人百幾多人當個蟻民咁樣啦，唔使理啦，係嘛？喂。如果個個都打曬八九成嘅人，個個排都去打，我就唔打啦。喺屋企盡量打完之後，其實你覺得咧，政府有冇必要咧，即係做一啲嘅適應啊？例如有啲嘅牌啊，俾我哋帶住話，我已打一定會一定會有，有啲健康碼一定有嗰啲，一定要。如果唔係嘅話，冇人打。唔係啊，唔係就健康碼，我意思係咪要有啲標示我已經打咗咁啊？哇！嗰、那個要我賣出俾人咯。好啦，今日同周顯咧苦中作樂，傾到呢一度，下次再傾過。